家好，2021年端午节文化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Let's start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let's have the honor to have our guest speaker Steven to say a few words. Thank you. Hello, everybody. Steve Saperstein here. This community,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sian community is so important to the fabric of Brooklyn. I want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of this festival, Gilbert, Ho, and Carmen Jin. Your hard work, your dedication to the community goes leaps beyond bounds. I want to say, with all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in our community right now, with the hate crimes,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it's so great to see everybody come together to support this important cause. So thank you, as Steve Saperstein, as a community leader, to all of our community members here. We are sticking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toge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I just want to pick it up something on it. It's Carmen Jane, also my partner, Grace Jin. Yes, Grace Jin. Grace Jin, yes. Thank you, Grace Jin. Thank you, Grac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Grace. So, how about you? Steven 说他很乐意参加我们华人社区的活动，特别现在是有种族歧视啊，还有各方面的罪案的犯罪率上升，所以他会很努力的为华人社区服务让我们一起团结起来，为社区做更多的事情。谢谢。 Thank you Steve for support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ach out to us. Let's contribute our effort to make the society better. Thank you. Thank you Steve, thanks for stopping by.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it. OK， 现在我们2021年纽约端午文化节正式开始。谢谢。那首先呢，我要介绍我的 partner， 这一排都是我的 partner， 都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筹委会的委员。那现在我们请出 Gilbert 和何柱铭为我们这次活动发表他的看法。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大家这么支持。也是第一次活动，非常很骄傲。我也会告诉大家，因为今年是COVID-19 的关系，是我们这个队呢是第一个在纽约市拿到一个 permit 的。你要知道，我们的很多努力的，在很多在 Park Department 和 NYPD 熬了大概2个礼拜，后来终于拿到了。要非常感谢我左右所有的 partner。我的 partner Grace Jin， 还有个 Wilson Wong， 和所有的 partner， 大家非常很热心的帮我，还有很多今天很多面包来的新岛的老板Robin May， 还有很多就是很多伙伴呢，他们今天没办法来，因为这礼拜天他们每个人有活动，但是他们说他们礼拜天一定会来参加，在这里感谢大家，谢谢。现在有请易瑞传媒的老板Wilson 讲话。哎，大家好，我讲广东话啦，有人讲咗国语，我广东话啦。咁啊，纽约端午节文化节咧，2021咧就正式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噶啦。咁啊，呢一次嘅主办单位咧就由我哋嘅贵州同乡会啦，同埋嗰个国际艺术联合会、大苹果都市联合会、美国亚裔文化交流会、星岛日报一个传媒嘅联合主办嘅。咁啦，就呢一次活动咁成功咧，多得个业界啊同埋社区嘅大力支持，同埋政府嗰啲議員嘅不懈努力同埋Gilbert嘅不懈爭取咧，就攞到我哋疫情之後第一個 permit 咁希望呢一個文化節咧可以源遠流長，讓大家喺美國嘅華人嘅後代能夠了解到嗰個中國文化，每一個節日都有一個具體嘅基本意義喺度噶。咁我哋就喺呢個起點咧，就一路延續下去啦。謝謝。現在有請美國國際藝術聯合會的鄭全才先生為我們講幾句。大家好，我是美國國際藝術聯合會的負責人。這一次呢，我們
在刚好今天是因为是六号，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端午节，在这个刚好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节这个来临之际呢，这个而且呢目前呢我们疫情受到影响，这次是我们这个华人呢在文化这方面是第一次这个举办这个事情，这个祝在这里呢先祝贺这一次的文化节的这个取得圆满，好，就在这里，谢谢。现在有请气功大师齐飞龙先生讲话。Hello， 大家好，我是齐飞龙教授，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个纽约端午文化节啊，2021新闻发布会在这个现场很开心，在社区各位侨领的到来啊，这个会我相信一定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现在有请华尔街智库美丽的徐红红小姐讲话。圆满成功，非常感谢这个自由行军在这里为我们华人献出这种特别爱心的这个民族精英精魂的一些活动，感谢圆满成功。好，好。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有很多年轻的人参加，那我们现在也请出康州大学导演系的学生，他也来到我们现场，让他也说两句话。好，欢迎来。大家好，我也是庆祝这次活动的圆满成功，我也很开心能见到我们华人可以为自己的社区这样尽一份这样尽一份力，可以说庆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谢谢。现在宣读一下我们的主办单位，由美国贵州同乡会、大苹果都市联盟会、星岛日报、艺瑞传媒、美国国际艺术联合会、美国亚裔文化交流总会，还有协办单位是 Target、 微信汽车、纽约美华富锦协会、普照寺、陶大、幸福里、好久不见音乐餐吧，还有我们的顾问梅建国先生、黄伟林、Emmanuel、曾宪威、蓝超海、郑全才、黄锦江、徐红红、白俊杰，还有支持单位是纽约少林寺功夫中心、华尔街声学智库、美国 B4 高伟伟、国际佛光会、纽约数码城、美国纽约六六顺冰糖葫芦公司、夕阳红老人日间护理中心、美国美食食堂达人，所有这些主办协办单位和顾问支持单位向你们致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出席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很暖和，夏天来了啊，所以夏天呢我们需要走出去到室外，重新让纽约振作起来，让我们所有人回到纽约大都市往日的辉煌，期待您下个礼拜天6月13号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有免费的粽子、免费的冰糖葫芦，我们还有很多礼物派送，唱歌跳舞、气功、少林寺功夫，精彩纷呈的节目等着您去参加，谢谢大家。2021年端午文化节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The press conference of 2021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 press conference we end here. That's it's adjourned. Thank you.